下面这一位也是线下非常的炸，川教出来的一个徒弟，表演的也很精彩，掌声欢迎张浩哲。嗨，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哇，我是张浩哲。哎，真是比到这轮真不容易。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我比赛紧张，我妈比我更紧张。我妈可太厉害了，每次比赛，她就在家里替我念心经。很多弹幕说我晋级是李诞保的，我澄清一下，是菩萨保的。就为了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我做了个心理测试。哦，我发现现在干什么都要关注公众号。我坑吃瘪肚答了15分钟题，答完告诉我看结果得先关注公众号，我一咬牙就关注了，关注完跟我说我是讨好型人格，注意不要逆来顺受。真的，我现在觉得这个公众号太泛滥了。我上厕所门上贴了一个广告，有个二维码，我一扫，一个美食公众号，胖哥美食地图。我说你不会以为我馋到在厕所里都想着吃吧，而且居然还能当场下单，你说我这个收货地址怎么填？左手边第二个隔间啊，到了放门口就行，我不方便拿。我最讨厌的是，就是在饭店点菜也要关注公众号，大家看得出来，我关注了很多饭店。我现在的微信友才是真正的胖哥美食地图，甚至买杯奶茶，关注完公众号，还有我的电话、地区、相册使用权限，万一信息泄露怎么办？我很怕一夜之间全国的奶茶店都知道。这个满脸胡子的山东大汉最喜欢的是香草芝芝莓莓。况且我喜欢的也不是香草芝芝莓莓，是经典有机 A2 纯牛奶。亲和舒适好营养，哎，这才是一个硬汉真正爱喝的东西。这个微信很多功能都让我很不能理解，朋友圈为什么我点完赞之后别人的点赞和这个评论也要推给我，我感觉我都不是点了一个赞，而是在这条朋友圈下面插了一个眼，这里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我都要看得一清二楚。有无数次我点完赞之后三更半夜被朋友圈拎回来，围观俩人在评论区哈哈哈哈哈。所以现在我只给领导的朋友圈点赞。那这样这个眼就不是普通的眼，这就是一双洞察人心的慧眼。我要看看效果文化里面到底有多少狗腿子啊！微信还有一个功能叫拍一拍，哎呦，这真是大家挥洒幽默的小舞台，拍一拍自己的魔法球把你变成猪，拍拍自己良心说哎怎么没有呢。在这一点上就不得不再提一下我的母亲，当别人还在拍一拍上挥洒幽默的时候，他就已经率先实现实用主义了。我母亲拍一拍的后缀是拍一拍自己的佛牌保佑全家健康。你知道大年三十我看到我妈在自己家族群里拍自己的时候有多震撼吗？我们家没有燃放烟花爆竹，但是我的世界观炸了。我没想到21世纪的通讯科技跟佛能这么有机的结合，我说乖乖，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赛博朋克吧。而且拍一拍这个功能对我这种一紧张就发抖的人很不友好，因为录这个节目嘛，我有幸加到了赵小慧老师的微信。哎，加了明星嘛，就难免想看看人家的朋友圈，结果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我把赵小慧拍了。就小慧老师还是很大度的，她宽宏大量的给我回了一个问号，我当时差点吐了一口血出来，但是没有吐出来，应该是我妈又拍了拍自己的佛牌。但还是我还好，我冷静，在那个电光火石之间，我小脑瓜灵机一动，我给他发了一句：“你好，我想买车。”他回我买车简单，来关注公众号。好，谢谢大家，我张浩哲。感觉他分低不能，一上台的状态就特别对。
喜欢浩哲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三二一，请投票。浩哲，你喜欢小慧啊？也没有这么说了。梁天真先他喜欢您觉得我们浩哲，你要让我凑对的是吧？对呀、啊、对呀、啊、哎呦，这个时候是您的趴，您觉得这位新人跟我们小慧的有没有我算了吧。是我不配了。你是怎么混到这块的？是到底是谁说我保你了呢？我保你干什么？还是菩萨管用。啊，我其实喜欢那种离生活很近的，就是讲微信里的事儿啊什么那些、嗯、只是我觉得这个喜感的那个度没有达到我的这个预期。因为他前面就是初赛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我觉得他也是创作型的，我觉得他写的很好，演的也很好。而且我没有想到他是一直给自己这种人设的，就是一个大个子，但是其实有少女心的那种人设。他可爱的小熊就是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确实就是这样的人。而且看得出来贪吃，他说的应该都是真的吧。对。奶茶什么的。我微信里应该饭店的个数应该比好友多，就对。他说的很多，其实从生活什么公众号什么，就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困扰都一样的。而且他的那个人设也特别像我认识一朋友，我不知道您上面关注都是吃的，我那朋友的公众号就把我逗乐了，因为前面是什么硬派健身啊 ，MMA 综合格斗啊，一大溜全是这，最后一个猫咪有约。上一场郭京飞是赞不绝口哈、啊，特别喜欢他那个什么血柳大蒜什么那个。哦，对对对对对，上回我也拍灯了，但上一场那个有点紧张哈，这上来的时候给自己打着气上来的。大家好，我刚才在后面还跳舞呢，我需要放松一下自己的肢体。现在跳一跳好不好？让我们看一看。配的是什么音乐？破音啊！您上来应该先跳舞，就拍灯了。啊，懂了，懂了，懂了。靠，这一段是无法俘获赵小慧的芳心的。那再努力吧。获得了六票，领校园的拍灯。啊，因为浩哲是第五位了，现在我们将要产生第一位晋级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浩哲的得票结果。这位梦圈过去了，差不多。我整体上说今天挺满意的，大家都非常非常优秀，就是展示自己就好了。来吧，朋友。从这个观感上来说，应该是孟川晋级概率会更大。我肯定是希望张浩哲赢，我给他用了那么大劲儿，他不晋级能行吗？我们来看一下浩哲的得票结果，79票。可以，可以，挺高，挺高。我挺高的，包括第二了。